我念卡卡奇卡里巴缪缪巴缪巴缪，哈哈哈哈，卡里帕帕帕缪缪的没没有缪帕缪帕缪，嗯，应该是吧？答对了吗？啊，你猜是什么嘛？你猜这是什么？你猜这是什么？我想一下，限定盘，我猜应该是黑胶唱盘。KPP， 你猜 KPP 是什么？卡哇伊 plan plan plan， 好台式啊，好台式的英文。卡哇伊 plan perfect， 少啰嗦啦。好，我要猜啊。好，不是盘子就是黑胶唱片盘，飞盘。飞盘，好。给车子已经比的飞盘。可爱的，是那个、啊、少女啊，哦，是少女的那个吗？对，什么奇怪的那个少女，奇怪的少女什么的，在猜奇怪的少女，奇怪少女是什么？卡卡卡哇卡什么什么妞？怪妞怪妞怪妞，这真的蛮可爱的耶，好可爱耶，快点名字，卡缪卡缪。妞卡妞，什么怪妞？波卡，怪妞。波卡，你走开呀、啊！什么怪妞？我说他的名字叫什么？卡利怪妞啦。对的。吵死了你们！跟大家介绍一下正面、侧面。哦，我想摸一下。好，摸一下吗？等一下。好，吃。哦，鼻孔。我超像鼻孔。有毛病啊你们、哦！我觉得你们好变态哦。就这个颜色对啊，蛮好看的。后面没有东西。好。哇！是不是超可爱的？我喜欢这个。哇，这个鞋子很好看呢。四片 CD 耶 ，CD。DVD， 这是 DVD。因为它其实这张是精选集。是他出道这几年来进去。Moschino 这上一季又出这个很多熊的那个衣服哎，我越看很像爆米花包。就是日本一定会有这种宣传单哦，他这纸质是那个哎、欸、比较好的。真的哎。哎、欸，嗯，什么？这边说不定。哎、欸，一样的。哎、欸，还是一样，没有梗哎、欸，没有。我说以他的个性，应该要一个 something。所以这没办法再开了，什么一层？对，没有了。没有了。没了。好，收好。好，所以今天的小开箱就到这边啦。就到这里哦，拜拜。耶、yeah.。一直抖他鼻孔啊！